第二个问题，就是。是早上有提到说，良好的生活是来自于良好的人际关系。那请问您觉得何谓良好的人际关系 ？OK， 好，这个很好啊。良好人际关系啊，这个在哈佛大学的这个格兰特的研究当中啊，他们研究了80年。他说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啊，不是在你，比如说你在意气风发的时候啊，别人呢啊对你啊就一直巴结等等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说呢，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呢，就在你人即使在步入迟暮之年，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，还能够互相的信赖，互相的依靠，这种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。那这个源自于什么呢？源自于自己内在的修为。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呢，常常能够带别人着想，常常能够去帮助别人的话呢，就会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彼此呢有一种互助依赖的一种状况的话，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这样可以吗？好。所以你必须养成哦，开始能够思考，想到别人，开始想到这个东西我喜欢，别人也喜欢的话，如果可以给别人，那该有多好！你的人际关系啊，肯定会变得很好，而且你的幸福指数呢，一定会提高。谢谢。好，换下一位，好。